Hello，大家好啊！今天咱们不拆东西了，也不 DIY 做东西了，咱们讲一下子我这次在那个谷歌 Analytics 收款的一个取值的一个经历，包括如何索取啊，向谷歌 Analytics 索取这张那个电子版的或者纸质电子版的这种加盖的谷歌公章的这一个文件，因为现在这个银行啊都需。银行收款都需要这种用这个东西证明这个咱们这个资金呢，而且以前听小伙伴们讲说是以前使用中国的招商银行，咱们收取那谷歌 Analytics 给咱们汇的那个广告费啊，不需要这个纸质的这个文件，但是现在招商银行也需要这种那个加盖谷歌那个红章的这个证明材料啊。咱们今天就讲一个我收款的这次收款的一个取值的一个经历，以及向谷歌 Analytics 索取这个那个，这个文件的一个方法。以前我用的是那个工行收款，然后有一次上个月吧，上个月是3月21号给我付的款，工行的就没有给我收，然后又给我退回去了。退回去，然后我那个工行的那个账号啊，收款账号也被那个，就是收不到外汇款了，所以我现在又改了一个那个中国银行的那个收款那个方式，然后中国银行需要要这份合同，然后我今天呢，咱们就给他那个讲一下子，在那个中国银行收款的一个那个取值的一个历程啊，从4月21号。谷歌这方面，艾特塞斯把那个钱给我打过来了，打过来我填的那是中国银行的那个银行卡嘛，卡号、账号，大概是25号的时候，4月25号的时候，然后那个银行的那个小姐姐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有一笔外汇的品项是什么？是你这是怎么来的？我给他解释是谷歌的广告费，他说谷歌的广告费你需要一份谷歌广告费，谷歌与咱本人签的一份那个合同的，扫描件也好，或者原件是更好了，要提供这个东西。我说我没有啊，没有。他说没有就收不了，所以我就他说等，我说你等一下吧，我去跟那个谷歌沟通一下。咱们到那镜面上说啊，这是我的SS 那个后台。这是咱们就上次咱们今天所说的收到的这笔那个资金啊，101.47美金啊，这还有个余额是13.46。然后咱们要找那个 Analytics 帮助，因为咱们需要那个 Analytics 与咱们签署的那个一个纸质的合同嘛。这个就需要啥呢？需要那个 Analytics 帮助页面啊，咱们点这个小问号啊，就是进入这个 Analytics 那个帮助页面。点开之后点这个啊，点这个页面，点这个直接就进这儿来了。我这刚才点完之后进，然后我们在这个搜索栏里就写问题描述一栏，咱就把那个我是怎么写的呢？我说就写，就是当然写的很啰嗦了，就说是，为了收款，银行需要我与谷歌 Analytics 签订的纸质合同。然后就点搜索就可以了，然后它会出现一些相关类似的一些几个类似的问题，咱们选一个比较接近咱们那个所提的那个问题比较相符的一个问题，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在 Analytics 账号后台吧，有咱们的那个邮箱地址，咱们填写完之后吧，我当天填写完之后，我大概有个半个多小时，Analytics，它的这个客服啊就给我发那个。发邮件儿，需要这个邮件看一眼啊，是哪一个市的？因为跟他沟通了2、3次，大概是这儿啊，这个市的。这个我们可以为您提供谷歌合作盖章证明电子版。在申请前，请先与你的银行联系，确保。可以收款，再向我们申请啊，与银行确认后，麻烦你在这里写回执。我们就按照这个啊，他也给按照这个那个格式写咱们本人的那个中文和英文的那个全称，还有银行收取银行的全称也是中文跟英就是文，中文和英文的两个全称啊。
这个格式不要搞那个搞错了，然后把这个东西再给发给他，这个回复到那个 Access 这个客服这里，然后大概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吧，他就把这个邮件给我邮来了，给我一天的时间啊，我们预览一下啊，这我打开了啊，这就是这个啊。这就是它的盖章的纸质的那个一个扫描的一个文件，然后我用那个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了，然后还有几张这个英文的一个那个附件，我也给它打印出来了，也提供给这个我们这个中国银行了，哎，一共是六张，这个跟那个 Access 啊联系啊，他们也是非常回复的也是非常快的啊，只要我们说把问题说明白了就可以。哎，他就大概是沟通了2次，直接就把这个用了2天时间，号嘛，下午4点给我发的那个邮件，然后26号我们就收到这个那啥这个东西了。看看这是二十六号他们给我发的这个那个邮件，对，跟他们沟通很快，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在咱们这个本地银行这里。本地银行要了这些东西，我把这些东西又给他提供给他们了，提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转款，然后在转款的时候吧，又出现了一个小问题，问题是什么呢？我当时申请的中国银行的银行卡是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申请的，去年就是2022年8、9月份申请了这张那个中国银行的这个银行卡，然后当时啊是国内吧是为了反那个电信诈骗嘛，防止电信诈骗。所有人去申请卡的时候啊，只给的一个二类卡。二类卡是啥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汇款的额度啊，不能超过1万，而且呢，没有外汇的那个是收取外汇的一个功能。所以我办了这个是个二类卡。然后跟那个银行小姐姐沟通完之后，她给我往这个卡里打钱的时候吧，打不进来，说我这个银行卡是二类卡，二类卡必须得升级到一类卡。然后我这不又到了中国银行去了一次到柜台，到柜台去把这个卡要升级成一类卡。一类卡呢，要求啥呢？要求必须是开户半年以上，而且这里的资金呢，存储过超过1万块人民币，才可以把这个卡升级为那个一类卡。然后又问我升级一类卡的目的是什么？我跟他说，我跟那个银行的那个柜台的那个客服说，需要有一笔外汇，那个打到这个卡里啊。他又问了我一遍，那个外汇的用途啊是如何来的。我又跟他解释了一遍，是谷歌给咱们这个那个广告费。然后办理这个卡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当地是什么那个要怎么个要求的啊？我们这个要求啊，你拿着这张银行卡，还有个人的那个医保卡，个人的医保卡与我本人身份证都相符的医保卡。啊，然后才能给那个升级，所以我这个又拿了个医保卡、身份证，还有这张卡，到那里操作，也就是能有个10分8分的，就把我这个卡，升级。但升级没升级完啊，他又审核了一天，因为系统还要审核我这张卡，又审核了一天，审核了一天，大概也就是29号，好像是29号审核完的，但是审核完也已经很晚了。钱又进不来，因为啥呢？因为赶到个五一放假，这不4月29号、4月30号五一就放假了，钱也进不来。今天是5月4号，5月4号五一假结束了，今天是5月4号上午，我的钱给我打到我的那个这个卡里了，但是打到卡里扣了我12美金的一个手续费。我之前用的是工商行，没有扣手续费。这次用这个卡扣了我12美金的手续费，以后可能就是每一款都要扣12美金。这是我这个卡收取 AdSense 给的广告费的一个经历。这视频就拍到这儿啊，然后希望大家在办这些事儿的时候，不要像我这样走这么多的弯路啊。但是再次声明一点啊，他这个为啥那银行那个，它这个这么繁琐啊，这么复杂啊，审核这么严呢，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应该主要是防止那个电信诈骗，还有咱们这个资金来路不明什么的，这个咱们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咱们在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的时候啊，
在家里准备充足了，比如说上银行办理银行卡呀，你要准备好你的那个个人的一些那个材料，比如说这个就是医保卡，还有这个文件，咱们最好是提前啊，给它准备好了。还有一点哈，咱们这个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遍啊，咱们这艾克赛斯给咱们打钱呢，就10天，这10天之内你要领不到钱。然后这笔钱呢，就原路被退回去了。我的第一笔收入就是我刚开始之前为什么就工商银行在工商银行没有收到款，就是超过10天了。那当时可能是国内这些工作条件人员一裁减，然后那个人员一经演调之后，他的那个劳动量就增大了，所以把这个小额的这个汇款呢，就给我推迟到10天之后了。推迟到10天之后没人管，没人管之后呢，就把这个钱就给我耽误了。谷歌就直接就把那钱又给原路退回去了，退回去完了，我那个工商行的那个账号，就那个给大家看一看看眼。我这个工商行的这个账号，这个就是原先用的工商行的账号，结果该账号已经关闭，然后这次用的是这个是中国银行的账号，就可以用了。现在以后就用中国银行的，但是中国银行有手续费，我估计这个行啊，这次也应该是有手续费了。就是工商其他银行也都有那个，手续费12美金的手续费了。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啊！我这说话有点啰嗦啊，因为不擅长那个语言表达，但是大家应该是能听懂。好了，再见。